啊，你好。今天、明天两天，我想聊一聊这个民族冲突问题。啊，对对，习惯。明天会聊一聊这个压制宗教的问题。那么从后天开始呢，结束这个话题，谈一谈这个踏出国门这个问题，因为很多人跟我提了一些问题，然后涉及到这个私信的面不是很广，所以呢，我觉得还是专门拿它说一说。可能涉及到这个具体到人啊，涉及到每个人在社会中自我的定位，是不是必须要走？如果需要走的话，怎么样做前期的一些策划？包括财产呀、亲人啊各方面的一些准备。那最终呢，其实我能提的建议还是往东南亚方向，尤其是老挝。我所熟悉的情况我会介绍给大家。啊，真的你能要一张机票直接去美国的，你就不用听了，对吧？啊，浪费时间。谈到中国的这个民族冲突问题。很多人一提起来，第一个印象就是维吾尔族。西藏现在都靠边站了。其实真实的情况呢，远远比我们想到的要复杂，相当相当的复杂。中国的这个所谓的民族冲突问题，它是怎么造成的？中共1949年获取政权以后，他们采取的是苏联的做法，就是所谓的民族自治，在少数民族比较集中的地方建一些自治区。我们知道的现在是新疆、西藏、广西，具体到东北呢，还有一些满族。蒙古族的自治县，中国的这个少数民族问题最近几十年爆发的相当厉害，近40年吧。中共建政以后，曾经采取过民族自治的这种政策，或者说叫。党管理下的自治，啊，你好，你好，他从来没有真正建成过，因为民族自治、自觉、独立这三者之间的界限始终分不太清，几乎没有人，包括中共在自治区设立的这些领导，他们在这个中间也摸不透去怎么样分界。所以呢，我们看到的都是集中各民族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新的共和国，要把这个国家做大做强，是吧？当时一直是这么一个口号。那么这个矛盾在什么时候爆发的呢？80年代。80年代，中共发现了一些问题，然后呢，胡耀邦进西藏，进入藏区了解情况以后。回到北京，开了一系列的西藏工作会议，放开了对少数民族的压制，采取了多元化的管理，让这些少数民族开始自己发展。这个问题压不住，放开发展以后呢？各民族都出现了一些捍卫本民族尊严、捍卫本民族信仰、捍卫本民族的文化这么一些代表人物。那么，相对我们看到的西藏的还好一点，因为西藏真正的提法是要求尊重
他们的宗教信仰，扩大自治权或者说有限的自觉，他们在中央的管辖之下要求获得更大的自治权益。西藏的问题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并不是所谓的独立。那么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在新疆。新疆的问题最近几年尤为突出。中国的穆斯林问题从70世纪以来，就唐高宗时期就一直存在了。历史上中国的穆斯林因为和外部世界交往的比较少，相对来说他们走出了一条与汉民族融合的这么一个独特的道路。历史上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中国曾经有两次高峰，一次是唐朝，一次是元朝。那么明朝呢，朱元璋下的令要求蒙古族，就留在大明版图之内的蒙古族回族不许在本民族之内通婚，如果违背了这条禁令，那么双方都将被抄家，围炉围毙。那么利用这种高压的政策，在中国出现了穆斯林汉化的问题。当然因为这个信仰伊斯兰的它不仅仅是穆斯林，所以中国还存在一个汉毁的问题，就是信仰了伊斯兰教的汉族。那么在内地呢，我们在所有的省份都能看到回族。现在一提到伊斯兰问题，大多数人都觉得是维吾尔族的问题。在中国呢，其实不是这么回事。维吾尔族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不过就1000万，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回族是1200万，那么加在一起，中国现在公布的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是2200万以上，具体数字是多少谁也搞不清楚。中国公布的这种宗教人口一直是不太详实的。其实我们也知道，在内地的汉回，他大多数情况下已经放弃了伊斯兰的习俗，有很多人甚至都不忌口了啊，更别说男子12岁开始成年要遵守伊斯兰的一些教义，是吧？这个东西都不存在了。那么其中在中国社会中呢，我们见到很多出名的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这些回族的英雄。那么近代相对出名的说相声的马三立，唱京剧的马连良，都是回族的。青海三马跟这个白崇禧都是在军事方面的强人。那么我们最近可能80年代以后比较熟悉的两位作家，一位叫沙欣叶，一位叫张承志，也是回族。那么中国从70世纪到现在出现的，它其实一直是回族问题，包括清末的回汉互杀，
对中国的影响相当大。维吾尔族不仅信仰的时间比较晚，而且它的人数原先并不是很多。他们人口的这个暴增与计划生育呢，是密切相关的。对少数民族，中共不太在意他们的人口，确实也没拿他们当回事儿。历史上他们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大的问题，回族不是，维吾尔族根本中央政府没拿眼看他，原先根本就没有在意他，他没闹出过什么大事儿，杀几个人，搞一些暴动。就近代史上我们看到的，或者说现代史，你看1975年的这个云南沙甸事件，2004年的中牟事件，影响都比他大。很多人觉得，一提到民族冲突问题啊，他是在新疆啊，现在是中国最紧张的地区，其实不是。新疆那是外围，真正麻烦的是内地。你不管是中原一带，还是云南边陲，都存在着大量的回族。我们知道这个三宝太监是吧？三宝太监我前面就说过，他是圣医，穆罕默德的后代。不要认为他是太监他就绝嗣了，他当年就过继了他大哥的儿子。那么他现在后人还有两支，一支就在云南，一支已经迁徙到泰国，清朝的时候就迁徙出去了。中国的穆斯林呢，相对为什么说温顺，或者说历史上除了大的暴动以外，他长时间的是比较温顺，因为他信仰的是苏菲派，与现在我们看到的新疆信仰逊尼派的这些穆斯林他是不一样的。中国还曾经衍生出一种教派叫门焕，那么四大门焕呢，在青海陕甘传承有序，到目前为止还有明确的传人，甚至已经被赶到中亚的一些像白彦虎他们的后代，2000年以后又回到了中原。中国的民族问题一直有，尤其是伊斯兰的问题，为什么现在开始爆发呢？因为原来压着。中共首先呢，用民族自治想软化各民族的这个离心力，尽可能让他们固定在中国的版图中，不要产生分裂的想法。那么同时呢，是政治高压，军事管制。80年代开始，试图用一种更开放的形式来软化民族冲突。事实证明，这个措施没有得到他们预想的结果。但是，因为考虑到时代不同了，在目前世界的这种氛围中，你不能用屠杀的形式来解决民族冲突。而且从中共获取政权以后，就一直试图在国际上扩大自己的国际影响。一方面呢，原先是考虑抢夺国际共运老大的这么一个位置，所以他要树立一些形象，让外界觉得中国是保护少数民族的。后期就是我们讲的改革开放以后，为了获取
对世界上大多数资源的渴望，尤其是能源这一块的渴望，中共压制了自己的做法，尽可能的软化一些措施，来换取一带一路，尤其是陆地上通向欧洲的这条古代丝绸之路。这条路上几乎全是穆斯林，现在大家都知道一带一路的幻想几乎已经破灭了，随之而来他们将会很快的改变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为什么我们现在看到全国范围内有内陆的省份对穆斯林还有一些怀柔，在新疆手段愈演愈烈，其实这就是中央态度模棱两可的这种结果。在一些内地的大城市，包括上海，已经有穆斯林占据了马路，开始做礼拜了。拆迁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没有人敢去强拆回族的这些商铺，这种情况会继续发生吗？很难。随着一带一路政策的破产，他们很快将会调整对待国内少数民族的这种容忍。未来我们将看到的少数民族政策比现在会更为严苛，而且它的镇压将是在全国范围内的。怀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其实中国呢还有其他几个少数民族的问题，譬如说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这个哈萨克斯坦与中国之间的穆斯林信仰的问题，中国扣留了一批投奔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经是中国公民的，这方面的报道最近几年相对多了起来。历史上呢，西域存在过很多国家，但是像现在这样分的就中亚的五个斯坦，这完全是苏联人为的划分的，它其实历史上并不是由这些民族成立的国家，只是一种行政区划，把相对集中的一些民族分到这五个片区。完了，现在出现这个问题呢，时间并不久远，人数相对也少，中共目前不太在意他们。那么与这个朝鲜接壤的朝鲜族问题其实也存在很多年。最初呢他们是跨过鸭绿江到中国境内来种大米来开垦，因为关外呢清朝一直是封域的，200年他没有给汉人进来，所以朝鲜族跨江而居这种现象一直有。那么延续到现在，在中国境内的朝鲜族人数相对来说也是比较多的了。他们跟北朝鲜之间的关系不是很密切，他们主要还是相对比较靠拢韩国，而且这个里面还涉及到一个宗教信仰问题。
这个民族有很多人他已经皈依了基督，或者说他信仰的是邪教吧，你这样理解吧，是吧？全世界20万种邪教中间，就基督教的邪教中间，韩国是最集中的啊，他搞的很多教义都是很离谱的。那么这些人呢，就边境上的中国的朝鲜族，有很多人加入了一些地下教会。中国目前这个问题相当严重，明天我专门出一集来谈这个事儿，就是我们知道的这个宗教信仰问题，它是双重的，它不仅仅是中共压制的问题，还有一个就是他信的东西其实主流社会也会压制他，因为他信仰的东西他与真正的教义相差很大。就很多人说我信仰谁谁谁，其实你要好好跟他谈一下教义，他基本上搞不清，就他信的是他那个主教或者说他那个牧师教给他的东西，你要往教义上去套相当的困难。所以这个问题呢，现在有，不是没有，就是中朝边界之间朝鲜族的这个信仰问题，它不仅仅是一个脱北啊，就是北朝鲜的人逃出这个北朝鲜，中国的朝鲜族去帮他们，那不存在好像单一的这个问题，它还有其他附属性的问题。你譬如说这个宗教问题，还有一个就是偷渡国境的问题，它涉及到违反了几个国家的法律，相当的麻烦，这个问题也很不好处理。中共现在呢采取的方法是一刀切，反正我抓住了脱北的我就给你送回北朝鲜，抓住了偷越国境的我就按偷越国境来判你，是吧？你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不管，是不是？其实包括这个脱北的问题也是最近几十年才有的，以前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一个呢，军事管制本来双方就比较强，就原先啊，中国与朝鲜对边界的管控都是很强烈的，所以你不太容易跑过来。现在中国这边呢不太管了，是吧？以前也是一种对峙。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苏联解体了，90年代开始苏联解体了，朝鲜的这个现代农业毁于一旦，是吧？它原来完全靠机械化嘛，那这个问题它不存在了，苏联既不给它能源，也不给它这个零备件，它就又回到人工种植的这个年代了，是吧？那么原先它的城市化我们谈过，它有70%，只有30%的农业人口。你没有农业机械，没有农药，没有化肥，没有能源，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从事农业的人数那必将要增加，那就他要从城市里面清除掉一部分人放到农村去从事农业劳动，是吧？你从米罗你跳康罗，你谁跳得进去啊？所以脱北的其实是这帮人，他的主体是这帮人。那你要细分那些贫苦族问题也是一，因为蒙古不但依赖的区自治区，他这个外蒙呢独立了以后很多他没有边界概念，总是迟早，所以很少告别的与关系，而且尤其是他的问题在哪呢？涉及到一些部落，你比如科尔沁曾经这些部落就是满清
与他连于儿小于儿的这个科尔，他主体有一部分蒙，那么他每就蒙古，那么双方就赶着流跑，我过去一个天神，成吉思汗的墓区就在两国交外蒙是有联系的。内蒙古族如果出现了大的问题，外蒙的蒙古深远，从欧洲来的都有，所以这个语言几最近最十几年，这个问题也开始激化了。我们未来看的政治，这个话都出啊，这个我帮不了你。其实我俩都很多来了一句话啊，有兴趣喜欢深入阅读一下相关。现在已经恶化，这也有可能与新疆出台，他让具体负责地区工作的这些领导出台一些话，事儿吧，落好处，咋了呢？这两个零，张2020的12月30日，我在这个关于别样的2017里面，我记得我说过，公开了来取北京怀柔道路的灰路上走多少民族问题，可能也没有。